大家好，我是圣家堂的张明德神父，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晚安。今天是复活期第六周星期三。昨晚我和大家讲过法国路德圣母。法国路德圣母向一位叫伯健纳德女孩显现的。1858年，当巴尔纳德14岁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乡，即是法国的鲁德，18次看见圣母显现的。不过呢，他能够成为圣女，并不是因为他看见圣母，而是因为他甘心受苦，为罪人做补赎。圣女伯健纳德曾经受过多苦，以下是其中三种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三种的痛苦。第一种痛苦是贫穷的。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在十字架上穷得连衣服多也都没有的。同样呢，伯健纳德亦都是非常贫穷的。在圣母显现的时候，他一家人所住的地方是囚犯住过的牢房。在2月12日圣母开始显现那日，天气很冷，但是他的屋企人呢，穷得连柴亦都没有的。于是呢，伯健纳德就去到河边执干的梳子，结果呢，在河边的山洞中看见了圣母妈妈。好了，第一种苦是身体的苦。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不断受苦，同样伯健纳德的身体由于多病亦都不断受苦的。他呢，比如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有慢性哮喘病的时候，成年的时候呢，只有呢4尺8寸高。后来他又患尿结核病，死的时候呢只有呢35岁了。在死之前呢，那段日子是非常辛苦的。有一个修女呢对他说，我们去求天主减轻你的痛苦啦。伯健纳德说呢，不要减轻啊，只是呢，你们呢求天主赐给我恩宠和力量就可以了。好啦，第三种的苦是什么呢？是轻视和侮辱。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断被人侮辱。同样伯健纳德亦都是经常被人侮辱。比如伯健纳德不聪明，又不懂识字，他只懂得讲鲁德方言，不明白书里面的法文。14岁的学习初领圣体的道理的时候呢，记不住书本里面的内容啦，最后呢教道理的人呢好嬲，将个书呢踢咗佢嘅地上啦，大声嬲佢啦，好蠢啦，咁样等等。后来呢，伯健纳德啊入咗喺修院啦，做咗修女啦。有一个由另一个地方嚟嘅修女呢，发现佢咁矮嘅时候呢，无意中讲咗一句说话，原来你系咁矮呀。但是呢，伯健纳德就笑住欢迎佢啦，就话系呀，我系咁矮㗎。修院嘅想象呢，担心伯健纳德可能呢会变得骄傲自大啦。所以呢，佢掌上呢决定要将佢训练成为一个非常谦逊嘅人。所以呢就好严厉咁对待佢啦。有一次呢，众会长呢在主教和其他修女面前公开批评
拜见纳德话公开批评拜见纳德话佢系一个笨蛋，一无所用啊！主教咧问拜见纳德：你真系一无所用啦？拜见纳德佢话咧：总会长讲得冇错啦，完全系事实嘅。位弟姊妹白义纳德咧受到好多苦嘅，但系咧佢怀住爱心，甘心从天主嘅手中接受咗一切嘅痛苦，为罪人做补赎，从来都冇埋怨嘅、哦。位弟姊妹，结果咧佢唔单止协助咗耶稣同埋圣母啦，去拯救罪人啦，自己亦都系成为咗一位圣女啦。好啦，各位弟姊妹，今日咧虽然白义纳德已经死咗150年啦，但系咧佢嘅遗体咧尚未腐烂、哦，我哋咧仍然咧可以咧喺法国中部嘅一间圣堂里面咧瞻仰佢嘅安详嘅遗容。各位弟姊妹，我哋而家咧静默片刻，预备身心，准备一切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今日咧，看我哋路德成母啦，为患病者祈祷啦、代祷啦，使佢哋咧再日幸福。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助，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助。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嫲。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助，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助。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嫲。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助，你的亲子耶稣动受赞助。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嫲。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伟大之母，愿主你们同在，也你的心灵同在，愿全家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临于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伟大之母，晚安，天主保佑。